喂，哪位？喂，哥，你过段时间是不是要去马来西亚呀？你带我一块儿去呗。你怎么知道我要去马来西亚的？我听爸爸说的呀，哥，你就带我一块儿去呗，我保证，我绝对不给你添乱。再说吧。哎呀，你别再说呀，你就现在说嘛，我都好久没有出去玩了，你出差，我度假。哥，我好像听到猫叫了，你那边有猫啊？不知道谁放在我车位上。那还能有谁啊？肯定是哪个垂涎你的女邻居、女住户呗。哥，看来你这个铁树要开花了呀，人家都上赶了。你要没什么事，先挂了。哎，别！哥，你帮我看看那个猫是什么品种呗。不知道，白色，毛有点长。带回来给我呗，带回家给你，妈同意了吗？哎呀，那你把它带回来，妈就同意了。那你要不带回来的话，你这是怎么办呀？你总不能把它丢了吧？我带个物业吧，交给他们看看。别，你要是交给物业了，他们处理不出去的话，搞不好又得把它扔了，它又被二次抛弃了。哥，你能不能有点人性？我是说，你能不能有点爱心？够了，那点，挂了。挂了。这是同意还是没同意？能。感受一下你的心窝怎么样？是不是还挺软的？你不要再看我了，再看我，我要冒着破产的风险给你买小鱼干了。他也养过猫。